啊，被发现啦！啊，还是我再练一下下，等我一下啊、哦。嘟嘟嘟噜嘟，嗯，五朵猫猫删掉。社交不对，对战，指定游戏，建立，设定，输代码。输入代码，白痴哦、喔，这边啊，取消。哎，好了好了，早啊，等一下人啊，我先继续练个准度。我说好，哎，樱花，你有没有睡觉啊？现在看到你都是赶紧去睡觉，给我去睡觉。啊，好想狙击变强哦！你睡醒了，我看你刀早在那边开那个哎，开 OB 不开剪片软体哎，奇怪这么早就是，我其实今天睡很早呢，OK， 等一下，我的灵敏度怎么跑掉了？你作息正常了？你是说哪一国？哪一国的作息？直接刺头，双杀。我早上一直在练准度，练到我的肩膀超级酸。我本来想画画的，结果我想说啊，手好酸，不行了，肯定画不了了。然后突然想到说，欸，雀魂有任务齁，想起来了。那就早上十点睡，早上六，晚上十点睡，早上六点起来。说谎，我大半夜有看到你开那个呢 ，Bimu 呢。这三个配是配吗？好啊。哎 ，Premiere 显示 ，DC 啊 ，DC 很没隐私呢。你那个要关掉，不然你在玩什么都会被知道啊，就像呆鱼在玩那个脚算盘都被看到一样。欸，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嗯，这个会爆头啊，这个不会。你看，像这个不会，啊，这个会。欸，然后这个就不行了。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会打到就是会打到。被我咬到会致命的。看来樱花要工作吗？
这是繁星想要的什么？没有啦，他的兼职工作比较特别啦。他的兼职工作不是剪片啦，是上字幕而已。好好欣赏我的杰作，你运气真差，夺命之吻。嗯嗯，等等，跟谁打？打日麻啦，等下没有打欧达啦，打日麻。我想说，前面在等人，我先继续练个肌肉记忆。可是这样练这个模式很没用啊，是因为第五，应该要这个模式哦，这个，这个才有用。哈宝凯林三安安，因为那模式就是会乱，它其实飞得很有规律，所以很好抓。要像这个，就很烦啊！以前就是玩输出被嘴说。法拉都射不下来，他玩输出、欸，不好意思、欸，我那时候玩原氏跟闪光、欸，干，看像这样子，叫我凯就好了。好，你好，真可悲，双杀。欣赏我的杰作。哇，就是射不到。战场不是小女孩嬉戏的地方。要不要高阶技巧跳区？有啊，我有练啊。可是在这边练很没有意义啊，因为他不会打我。因为跳狙你也可能是自己死啊，而且他勾锁有 CD， 我不能一直练。而且他是跳狙要狙死才有用，我那时候实战的有啊，是没有狙死，没有跳成就，而且斗争的角色头都那么小。好啦，再狙个三只，我们就换游戏啦。血流成河。哼，抓到你了。好，你返回桌面是，然后早上都在练这个啦，我练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导致我现在正常的灵敏度有点不习惯。好了，有人闯矿车房间。哎，等一下，今天任务是什么？抱歉，活动荔枝河牌门亲自摸平湖。门亲自摸或平湖，哦，没事。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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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昨天手打一次，看完安。欧达好像有新的掉宝活动，我挂完啦、啊。那个送星星的那个嘛 ，skin。我挂完了，我挂完了。
你是汉王吗？天哪、啊！调整造型，其实我有买啦。哇，怎么那么香？我的天，小五你怎么了？哇，小五，他超香，我知道啊，小五是我第一次抽的角色欸。不是，我只是没想到说他的这个图。哎、欸，求这个再贴在 DC 给我，谢谢谢谢谢谢。繁星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啊，有个汉字啊！我的天哪、啊！啊，这不是有个汉字？对，中文的博大精深不就是汉字吗？对不对？可惜我的第一字不是这字，你的第一字是哪字？完全忘记有活动这件事情，我也是。刚刚在看明雅台的时候才知道啊，我完全也不知道有万圣活动。嗯，哎、欸，他有新的贴图，看一下。哦，哎、欸，没礼貌。午餐吃了吗？没有哎、欸。啊，十二点了，公主连结。啊，算了，晚上再玩好了。又是哪一只狗吗？啊，那只狗吗？啊，好热哦！其实今天38度，在想说要不要开台，可是刚刚都一直在练狙击。再想想啊，要开吗？好热哦！啊就开了。我昨天12点就陪安妮玩到12点后就睡了，睡到早上7点。我天哪、啊，超健康的哎，吓死我了。桌布在眨眼吗？还是你的错觉？没有啊，桌布会动啊，你没看到吗？斑比哪一只？你说布丁吗？你说这一次的那个吗？这次的奖池吗？我在等泳装校练复刻啊，可是要到11月底耶、欸、之前。我现在跟我扳手打都被我扳手虐，没事啊，你要不要来突我打？他们也都是很爱虐人的，兴趣就是爱虐人。这么早就休了哦？休什么？昨天很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这几天都睡太少吧，就突然一个暴睡。上一次的词，哦哦哦哦，你是说小恶魔那一只吗？那只幽灵跟我说，叫我不用抽，我就没抽了。因为我有去稍微看一下一些该抽的一些说什么有爱就抽啊，一定要抽这类的东西，很努力在看啊。是的，幽灵自己就抽了，对啊，他就抽了之后，他说繁星，我说哼。啊，这次的斑比你有抽吗？我说还没。他说哦，不用抽，没关系。我说哈哈，我知道啊。这女人，啊，我想说，昨天我撤了之后，你们打到30天没有啊？他也听得出来，我好像有点累了。游戏，
嗯，你那样，他哦，我那时候要睡的时候，他说他也累了啊，然后我想说，哦，好啊，那就早点休息。结果我睡着醒来之后，他也还没睡。我说你都没睡哦，然后说对啊，他怕说我半夜起来，然后可能找他玩世界，他找不到我，我找不到他。哇，你想太多喽。好惨哦！脳天です。本来鼻涕子，我这几年鼻涕子倒流到很不舒服。リーチ一発、ツモピンフ。嗯耶。好啊，那我就做啊。我是不是该去 YT 丢一下那个啥？我说繁星在 Twitch 开台哦，我去弄一下。嗯，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我去设定一下。嗯，创作者工作室。胖。内容。直播影片，好诶，好诶，公开发布，然后编辑麻将在土耳其，月滚麻将，无存。好了，设定好了，没关系，等你，不用啊，没关系啊，不用特别等我。你要等的人不在这儿啊，在动画里。哎、欸，不好意思，这牌有点香哎。看一下哦、喔，好了好了好了，设定好了。棉被猫，你怎么怂了？你怎么怂了？我也怂了。嗯，我等你生给我，你说跟幽离子嘛啊。那肯定不可能啊，肯定是不能的啊。你在问号什么？干嘛？你国师听牌了吗？这么猛？嗯，哎、欸，怎么办？好想播版权歌哦，还是我们就不要上传记录档了？我们就放说那叫啥？无期限定。吃吃安安。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よし。
嗯。子母娘。等下去楼下拿个水喝，等下、哦。等这场结束。来去楼下拿水喝。砰。哎呦。哎呦！露天的是，哈，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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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你今天出门小心一点啊！你今天运气有点好啊。怎么了？哇哇哇哇哦！你今天出门小心一点啊！还是你要报个名牌出来啊？天哪！哇，暗网，好扯好扯。七，哎哎。哎，胖，我去楼下拿喝的。酒。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你今天有班呢？什么？小心被抢哦！小心被抢劫哦！你也才四案科单起一次过，没事啦。车撞一下，看可不可以脚上也出现一些器官，膝盖上出现一些器官。哎呦！红灯，你心好痛，该看医生喽。我今天是不是不适宜打牌的？算了算了算了，休息，该打斗阵。Mai， 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よし、ロンです。ダブトン、本一、ドラ、ハネマン。不好意思，你真是不会说话哦。你对得起小五吗？哇哦，哇哦，怎么那么好？
哇，要不是为了解任务，我刚就吃碰了，可恶。七。哇哦！哇哦！棉被猫，我要来报仇了，棉被猫。七。听起来很还很大，没有啦，绿色而已啊，而已啊，区区绿色而已。为什么绿色会有红棕，对不对？就是要衬托，我们是绿色要衬托鲜花一样。欸，真的绿绿的欸。哎，我刚为什么不吃？可恶！ドラゴン，我为什么不吃？あ、こんなの上がったら、お相手様に申し訳ないです。七。然后啊，我私下还是有在那边刷那个啥猎工作，我还在刷，哎，他就是不出来。啊，洗都不出来。看珠子都已经快出来了，但是裂空座还是不出来。哎，谢谢，谢谢。日麻高手繁星安安，叫错了，叫错了，没有到高手，只会乱胡乱碰，乱正听乱自摸，只会正听自摸的。怎么办？我好担心我确诊，因为我家小朋友好像重感冒，但是他就是我姐夫他确诊。唐妖德拉，白中同体小三元本一。谢谢汉王的抖内，谢谢谢谢谢谢，这在该还的，可是你都没有，你没有从我这边拿到什么啊？哎，胸部好抖，不好意思，我不离开这画面了。
好啦，感谢汉王棉被猫老居，谢谢谢谢。感觉图奇开这个没有 YT 多人参加、欸，感觉很快就结束了。哎、欸，九九有没有会动的？敢不敢帮一张会动的人？有没有？你有没有？没有就算了。感谢繁星辛苦了，没有啦，还好吧。没有解到任务啊，难过。哎、欸，这张求 CG 贴在兔窝的日麻区给我，谢谢谢谢，我要存。没有哦，好吧。哦，你是尼亚哦。好，我懂了。原来你是尼亚。一二三，哎，哎，快可以立直喽！哦，我差一点了。其实我在想啊，如果跟那个，我到底我在想，我后面要不要换回本号再跟他们玩世界啦？魔物猎人，因为我觉得我对那只好像开始有点爱了，但是后面有些东西真的要浓到有点。起来又觉得好花时间，主要是珠子啦，因为珠子要靠刷的，做不出来。啊，有些珠子又真的是寿命的珠子。看，哎呦，好啦，算了，开本号好了。啊！我要拿水，对不对？啊！可恶，哭了，忘了这件事情。忘了。温柔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敢给。都敢心碎，镜头前边。ドラとはいえ、宝物だとは限りませんよ。完了，找一番，我在干嘛？我的任务又没解到了，白痴我，白痴啊！繁星，够了哦，忍你很久了，繁星。那本来就只是想要说小开一下，因为刚刚练完我手好酸，就不知道干什么，也在听台，听着说，对耶，日麻还没有解，那兔窝这时候又没有什么人在，任务什么的我随意了，没事啦，我打个几场总会解到的。ランです。哇，这么大哦！谢谢，电马同学。哦，去拿水了。你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对呢，我是东风哎，回来了。啊蹦。
トン、ダブトン、チャンタ、三色同順、ドラ、マンガン。我的溢满聚会，你是什么？你做了什么？你在做什么？哇！不管了，我要碰碰壶了。什么任务？任务哦，我私下再跟他们玩。看不出来，也有你看不出来的哦。你不是马同学吗？你好像很嚣张哦，繁星。你不是马同学吗？我不是回健身房已经快一个月了吗？哦，终于又把那个哪里给练出来了。胸肌又好像稍微练到之前的，快到之前的状态了。虽然我也在私下解任务，对吧、啊？私下就最后问他们，就是，开给我，就是开那个跟我，也不是哎、欸，忙忙忙忙忙，日末就试战课吧，这么厉害吗？啊！ポン、ドラとはいえ、宝物だとは限りませんよ。嗯。啊，碰，碰。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再也不负这些年。是干上流啊，是干是干。看一下、喔、影片资讯。嗨，我原本是叶子，拜拜拜拜，没有在看 YT 那边的留言。不是啊，你说你看不出来，又说自摸四安克，啊，你明明就看得出来，你是傲娇。啊！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カン。哎呦！来啦，给你。ロン、それちょうだい。チ。哦，不然等一下来玩一个，好像也是跟 Twitch 互动的一个游戏，可是那个还没开过啊，所以等一下会不会露出什么荧幕不该露的东西？就是类似你画我猜啦，
那只是可以跟聊天室互动啊，不过要等我的任务解完啊，我的粒子平和都还没有解到啊，再想想。天敗です。哎呦，你的男你的男没了。下对对本一次盲刚盲刚暗裂粉吗？凯吉了，你是你也不是凯吉啊，你是谁？我要碰被拿走了啊，没办法，对不对？没办法了，谁叫做湖最大？死乖，四六七八，哎呦，那个念反，我刚刚说什么坟吗？哦，是哦，哦，不好意思，念错了，中文不好，地理不好，英文也不好，数学也不好，哇，什么都不好，天哪！波西安 ，Hello，Hello， 你好 ，NRI952006， 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好啊，旅行者，打不溜利己。哦，不是啊，我在讲什么？人品好，什么人品好？雅克零一安安，你好，你好。哦 ，N I L， 天哪，你那个 L 也太像一了吧？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刚刚在练狙击的时候，刚刚有一点就是眼睛会有点错乱。就是练狙专注力要太好了，所以我其实刚玩到后面练狙练到开始发呆了。老观众是不是以前常看你和巧克力玩约曲西老观众了？哦，你好你好你好，那请问我约曲西第几届开始拿到冠军？太难了吧！不过有几届我真的觉得好恨哦。当时我真的不该把金苹果给那吉吃的，我自己吃的话我还杀比较多。他被岩浆烫到太多次了，给他吃个五六颗金苹果还回不回来？早知道我知道自己吃了。哎，我那时候是那个击杀王啊。那你一直踩到岩浆里面去狂吃金苹果，也不能怪他啦。我应该是老人会在 YT 看精华的观众那边的吧？你的好像有点哦，你是看到 YT 打说今天在图奇开台才过来看的吗？你好，没有啊，因为有些游戏想在这边开，可是像那个邪教一样，我就还是拿不到忠诚点数的那个啊。我觉得有鬼，因为有些人说开个一个礼拜两三天就拿到合作那个实况盟友，我已经开一个月了还拿不到哎，这也该写信去问一下吧。还是我就放弃图奇这一块，回去 YT 了。比起去实习之后就没再跟了，为什么？比较不好看了，还是比较觉得说就还好了。哎、欸，是谁的台？玩斗阵有75000，国外的，我看一下。哦，他哦，一个喜欢玩坦克的，对视一下。不是以前就会在 YT 看精华的，只是直播比较会在图奇看。我 UHC 不会在图，没有在图奇开过啊。没有，我无聊开图奇，刚好看到你在开，我就点进来。哦，太无聊了吧？你太无聊了吧？
我好像这样追随你很久了。No。你好像很会追哦。没办法，因为之后比较少跟他们一，也不是说他们一起玩，就是现在大家各玩的游戏都不太一样，所以变得说比较难揪到啊。因为像我前天也是开台开到一半，喵他跑过来问说：“阿米狗要不要参加？”我说：“哦，好好好，来来来来来，这样子。”很多像阿米狗要玩的游戏都是，反正就是礼拜三或礼拜二会决定，然后有时候都是关台后点过去看才看到的。那有时候要报名的时候发现说要八个人嘛，已经满了，所以就是没有参加到啊。你好像没有合过牌，没事啊，我好像任务还没解完。没事啊，我上一场不是也是南那个东四局才合牌吗？你也是可以的好吗？哦，看了看剩下2000，你还可以立直两次呢，对吧？不亏，你还能立直两次，不亏。999是什么？哎呦！3张9，哦哦哦，リーチです。自摸三暗客，谢谢各位。做梦。可以吧？可以什么？你说可以自摸三暗客是不是？我信你个鬼！哎啊，这边再来宣传我们优主播剪的两部精华啊，有空可以去看一下。虽然现在人有点少，但是他很用心在剪。不要看短短几分钟，他也是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加字幕、加特效、加效果。你废啦！对自己有信心，没有，他把我的信心打破了。おかげさまで。你飞啦！啊，感谢九九，感谢马叔，感谢马同学。OK，OK，应该没人了啦。干，上班好好上班好了。哎，你今天几点下班啊？陪你赶快拖一下进度，不然。会越拉越远，是的，有料，真的。在 YT 你要吗？我可以贴精华给你看啊，请搜寻幽离子，好吗？目前单推唯一的台 V， 他真的剪得很努力，只是缓解各种，我很怕他，会在意观看数。虽然他说他不在意啦，但是会觉得说这么努力剪片，但是换来的就是观看少少的，会觉得很可惜。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他字幕真的加得很棒，就可惜他这两部如果合在一起的话，时间达到8分钟，就是可以多插几个广告，因为不到8分钟 ，YT 只能就是片头片尾的广告而已。没人了欸，好欸，太好了太好了，我已经过气了。
你现在就在打魔物啊，啊你要不要打？还是我们改魔物猎人？好啦，不然再两个重复的吧，进来吧。我们打完这一局，我们就去打魔物猎人吧。哎、欸，你今天不用上班哦。开游戏，哎呦，刚下班，可是我2:50要工作。2:50，那是2:50之后的事情啊。哎、欸，那个凡凯吉恩，不好意思了，不用开了，不用开了，没事啦，你这之中可以打三只魔物啊，不然我怕安妮被你气死，没有啦。然后我就陪你刷、啊，感谢你的用心啊，感谢你的啊想要玩的那份心意，谢谢。来啦，搞里头，垃圾，嗯。嘣嘣嘣嘣。不，你要不要打就一句话嘛？要不要？给你两个字。可以哦。那时候他还问我说。他有一部影片，他说剪得蛮好笑的。他在思考什么时候出。我说，不然你就礼拜三出啊，礼拜二出嘛。因为他那时候礼拜一的晚上跟我聊，他说，可是他那一部才前几天 po 欸，他说你就一个礼拜一部啊，对不对？这样又不没有冲突到。啊，后来又聊的过程中，他。我刚想说，你礼拜二如果有那个健身环台的话，你就可以，下午出嘛，然后晚上健身环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剪片的心路历程啊什么之类的。他说好像有料，但是没有看到他出影片，哈哈，没有看到他健身环啊，因为他最近真的太累了。我连有时候约他跑光有都问他说，你现在还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要确定哦。不要太累哦。打哪张好啦？晚上回来工作是不是？没有，因为主要有一只双翼风飘龙，那个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我跟安妮是两个人打两人血量嘛，啊世界的话是三个人是打四人血量，所以可以的话，我应该是。看看你可不可以打到双翼风飘，赶快带过，不然太累了。不是岸吗？我只是想要解任务而已啊！我们的目光不要放那么远，好不好？我只是想要解个平湖任务。梦想呢？梦想做过啦、啊，自然客单骑三次了好吗？这梦想够可以了啦，对啊，梦想优先，任务过了就完蛋了，好不好？梦想可以再梦，那任务错过今天的就回不来了，你就算当时空旅人也没有用。所以晚上晚点啊，晚点再问问人有没有可以陪我解任务。他去打哟。ない。最後まで頑張ります。よし。繁星日马顶烈没有啦。你看我随便在那边乱出牌，怎么可能是顶裂？对不对？裂开的裂。
你才是进来捡每日的吧？不好意思、欸，这位番茄。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变得很会打牌了。没有哎、欸，这个东西不就是靠运气的？你变得很会打牌，那好，我下一局东三局我要看到天河，可以吗？我要看到天河哦。天河四烂客单骑大四喜，可以吗？我要看到哦。不行，我没这个运气，对不对？还敢在我面前说你会打吗？自一色四暗客单骑啊，天河大四喜，这个可以吗？请用你50年的寿命换来这个牌，让我看看。好了啦，我真的看过一次庄家天河啊，我还没，我的实况上也有出现过一次啦，那时候也是打修，我那时候是新手的时候打修罗跟干爹玩，就我把牌位给那个就转给他的时候让他天河，哇，我都觉得我是神欸，他要好好感谢我欸，我让他的阳寿少了真的。哦哦，什么一只小熊熊安安，哎、欸、你那时候一直说你想打啊，结果我等一下没有要打麻了，等一下换一下世界了，魔兽不是、啊、魔物猎人世界，魔兽世界、啊、你还没准备好，你刚醒没事啦，这几天应该会开啦，拖开一点，因为毕竟有活动嘛，有活动就陪你们打一打，有活动就来打活动啊。哦，赞啦，对不对？赞啦。嗯嗯。哦。哦。河牌，看好东三局，他没天河要穿女装哦。好啦，不要天河好不好？你要一次溢满牌哦。你这一场好吧，到东四局，你没有溢满牌的话，你要穿该穿的哦。给你两次机会，我忘了刚刚打波浪符，没事啦，没事啦。撕，他是男的，你不要撕，他是男的，女的我才不会叫他穿女装嘞，女的我叫他不要穿的了，好吗？这个是男的，好吗？汉王，他是男的，赶快收回你那个诗。女装想看男生呢、欸？男生的女装你也要看？你怎么跟我想的汉王不太一样啊？男的才怎样？男的我不行啊，女的我才可以啊。收不回去吧？你可以花点钱，我就可以当作没有这回事。没有啦，男的不行，跟你讲还是有差的好吗？虽然我没有试过男生的啦，但是觉得就很恐怖。
男的女装就想看好奇。那好吧，番茄去拍吧。男的女装真的会有点恐怖，要看呢、欸。首先先看外表，再看身材。你看，你今天如果没有纤细的腿之类的，你也可以是一个金刚芭比啊，对不对？现在不是很多流行，就是那种金刚芭比，很魁梧的，然后一个女装，那还蛮好看的、啊。绿茶牛奶安安。脸可以遮没问题哦，图也可以修没问题，是不是？学会了，学会了。也别去怀念你。浪费时间。我的身材不能看，所以不行，可以修图啊，对不对？然后要拍那些coser啊，或是女生，你没有用那个美颜软体，是很不尊重、很没礼貌的。今天她长得再正再好看，对不对？你没有一些修图软体在拍的话，对她来说就是没有礼貌。现在修图软体超贵的，对啊，你看男生都可以变女生呢、欸。好了啦，番茄，别挣扎了。リーチです。看，你有没有台阶让我下？没有哎、欸，你只有溜滑梯让你滑下去，可以吗？龙。就溜滑梯让你滑上去，滑上去，滑下去。杠杠！哦，それポン。ロンです。你帮我杠好大哦，谢谢麻薯，谢谢谢谢谢谢。杠，是了，好啦，回转魔兽魔物猎人世界。ドラ三、ドラ二、ドラ。好爽。ハネマン。杠。天下無双呀！啊，飞了飞了飞了，好，先这样子啊。晚点，晚点，或过几天活动。平和就是没有啊！哦，为了解自摸门清，刚好多少牌没碰啊！啊啊啊！这个晚点，晚点再陪我解吧。啊，这个皮肤现在很香啊，这个也会动，可是不好意思，对男生我就还好啊。你看，就练这样的身材就好啦、啊，为什么要练成像这样子的身材？很恐怖呢。哎、欸，这只造型蛮划算的。你看，买狗送人，还送一把刀。啊，这个嘞，买蛇送人，送棺材。为什么就是没平？为什么就是平和没有？没有啊，就是刚刚四桶的那个，是因为我三张四桶啊，不能有三个一样的啊，不算平和啊。啊，可惜了，可惜了。好啦，魔物猎人，来吧，番茄。啊，我要把皮关掉了，不然魔物猎人会卡。不知道为什么欸，我都已经3080了，开这个还是会卡，没道理啊，还是因为没开冷气。你要在抓鬼那边吗？
应该是过旧了。什么是过旧 ？CPU？ 屁啦，3080过旧，干嘛要买4090哦？4090现在多少啊？4090价格，看一下，不知道广告开始推是20,000,000,56起，天哪，好像没有到很贵耶，但是又好像没有必要买，50,000多耶，两个正常薪水两个月就可以买了，爸爸买给我，爸爸，聊天室有爸爸吗？HTTA 早安早安，今天好早、哦、你个废物，你怎么现在才出现？来跟大家看一下大凶豺龙杀手好吗？这个过阵子我要把它删掉，要重新再开一支大凶豺龙杀手，因为我那时候为了刷苍星套装，等级一定要上去才能刷，可是刷完之后我的一些任务都已经是什么狩猎招鸟跟狩猎飞雷龙之类的，就太杂了，我要改成全部都是大凶豺。你在群组了，我知道啊，你等一下嘛。急什么？叫你穿女装没那么急，你现在就那么急。爸爸，我要显卡。爸爸，没钱了。没钱去赚啊！还有教你，还有教你去赚啊！光遇少磕一点啊！哇，现在光要少磕哇，不行，我还没买完万圣节的，不行。万圣节哦，对，那、啊、你差什么没买啊？很多哎、欸，是不是？没办法，他们那时候说万圣节刚好是光遇刚出的那阵子。对啊，而且下个月还有那个金色翅膀，然后12月又是圣诞节。什么金色翅膀？新的那个、啊。很像门票的 那个翅膀、啊、金色的。哦哦哦，也是蝴蝶的吗？嗯，然后1月份又是新年，这3个月光遇都要克，没什么办法，至少不用抽。这倒真的。所以你刚刚说那个任务是在多久之后？什么任务啊？你那个任务哦，就斩龙之后啊。就斩龙 ，OK。对啊。我想说今天上班前去弄一下，这是一个人的，我先出去。你他妈的给我去看剧情哦！奇怪，那个去弄就不用了。我想说今天上班前我就去弄一下那个驯龙太刀的素材。嗯，也可以啊，不然陪你弄啊。那我看到他的素材有点恐怖哎。靠女装赚钱。先剧情吧。嗯。女装照没有啦，语音群而已。没有女装照，不会有的，好不好？外观色不是不是，是色。小鸡，小鸡，你在哪？小鸡。包括袜裙那个女巫造型你要买吗？物质的，很贵耶！啊，我不常玩物质，白痴。那蛮香的耶。它香也是香给别人看的，又不能看。我就放弃。我本来昨天要买下去的，因为他要我登录暴雪账号，我想说。忘记密码了，就搞到后面就想说，登回来了，那就打退了我氪金的念头。登回来就放弃了，对不对？然后好像又还好，啊，不买了，不买了。改个分类啊，这么说来，还没看到那个粉红色的小伙伴呢。还去睡觉啦，早上8点去睡。完成的。剧情。
今晚我就赶快把工作结束，我就赶快回来玩了。反正只是收东西而已。嗯。展龙的翅膀好，尾巴好帅啊！讲到他翅膀，展龙翅膀，我想，我这看错了，我看着楚火龙的翅膀。白痴，尾巴好帅哦！好，好像没了，可以。他要发红的状态才能断尾，有没有听到？有。我好像忘记吃猫饭。对，我没吃猫饭。你看要不要直接退出啊？重新接，重新进去啊？刚刚我不是在开魔物猎人的人，然后在等你嘛，就我们在打麻将那一局。然后我就突然，我朋友就突然问我说：“你要不要玩魔物猎人啊？”我就想说：“嗯，魔物猎人的什么？跟他讲世界啊，就我玩，现在玩这个啊。”嗯，我就想说：“嗯，怎么那么平常不会找我的啊？怎么会？”啊，然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好像就突然说载回来怎样的。然后刚刚说有人已经预约我了，不好意思。那你可以过去啊。我不要了。你可以过去啊。我不要了。反正到哪边都是被嘴的，我不要了。干嘛？少一个人嘴你而已嘛。没有了。我嘴你什么了？你说嘛。嗯，没有啊，你没嘴我啊，就我最温柔。你说反正到哪边都被嘴，那嘴谁嘴你？是安妮吗？安妮，有人不看你精华。好了，可以了，进来吧。好吧，我怕我对斯普拉顿后面又觉得还好不玩，感觉又还好。你是不是也懒懒的？最近比较懒，现在要玩的话就只能等祭典了吧？对啊，一选御三家。对啊，祭典。那选御三家那个不是买那个吗？买 T 恤而已嘛。是那个是预测，但当初不是说什么颜色代表什么队长吗？对啊，大家那蓝队已经赢，蓝色的话，所以说他们不能提前公告啊，不然又是莎莎赢，又被嘴，好可怜。嗯，但大家就已经这样猜测了，要不然其实我蛮想选红色的。嗯，你选啊，你选啊，不行啊，但我改天看到你们在我对面啊，没事啊。有事啊，你就撇掉跟我们同时出现的时候就好了。我不要。就说啊，完了，繁星跟安妮在玩，这时候不能出现。你们是不是不喜欢我的巴勃罗了？嗯，那是什么东西？嗯，我最喜欢的武器，你竟然忘记它了。可是短弓为什么要修改啊？他说被调弱啊，啊，短弓后面其实都杀不到人。要修的应该也是那个啊，会爆炸那一把吧？对啊，沾发力愚公啊。对对对对，我蛮惊讶是巴勃罗现在没有被修改，也没有做调整。看来是滚筒使用者杀那个被砍得很凶的是。等下回去，下次回去玩斯普拉顿都不会玩了。死掉！我的翔虫瘦身呢？哎，剪光虫，关一下。我找到了，你好烂哦！那我再关一个主机啊，我也知道他在这啊。还有什么你不知道的？很多。等一下，让我想一下。石头在哪里啊？嗯，地上一大堆啊。只是这边都很靠，没有很靠近墙壁，你要想一下、喔。捡起来预备啊！哦，长大了呢，哇，番茄！哇，反正我撞不到的，没事。
啊，跟你讲，提前收手就收手，不要沉迷输出就好。哎、欸，看那边，对。你要打了吗？嗯。白痴，你为什么看那边？哎呦哎、欸，这样真不愧是我。捡石头，捡石头。哎、欸，准备，来、欸、上去，上去，勾他上去。他叫了，娘的嘞！嗨，啊，再撞，啊，不行。哎呦哎、欸，天哪、啊，我帮你软。你说它的翅膀是它变红色才可以断尾，对不对？尾巴啦，哪来翅膀啦？哦，尾巴。你再跟我讲翅膀试试看，我帮你打出翅膀哦。不会飞。那我先，你软化翅膀。尾巴啦！你再讲翅膀试试看。OK 啊。你软化翅膀的时候，那我砍不是的。然后反正有用吗？有啊有啊有啊。没有，他要断尾的时候是要红刃的时候。哦、okay。对。不行，现在每个龙的印象都会有翅膀。你是不是你的岩飞龙也是可以捕获的？你跟我讲一下。没有啦，岩飞龙不能捕获啦，我知道啦。哦。知道。他可能会睡着。应该不会。睡了。嗯，哪边可以抓？哇，够了。那就，那就算啦。他比秀秀还夸张哎。随便撞吧，太远。好啦，我来，我来，我来。应该是不行的。没错。哎、欸，他可以撞，他可以勾。哎、欸，我七成的哭啊。你继续打，你继续打。他踩我。哦，斩龙这次好像我以前打过，历代是不是有？有啊，我靠，昨天不是还跟你讲说他也是其中一代的封面魔物。不知道哪一代我忘记了。我怎么知道？我打过。哇，你也是老玩家是不是？好了。没多老啊，高中就上课的时候就玩 PSP 啊，没多老。哇，骑乘可以骑龙光刃哦！天哪、啊！挑战者结束，又碎了，真好，真好，这把武器真好。动他前面这个一定可以。磨个刀，上去直接全弹发射。对对对对对，试试看啊，没事啊。哎、欸，撞撞撞撞撞！哎、欸，真的、欸、这个平台真的是很烂哎、欸，每次都出卖我。帮你断腿推。啊，好。哦，后来我想说，嗯，它的尾巴会分成两片，有没有？变成翅膀，用尾巴来飞。要不要把斩龙有翅膀这一步剪出来啊？不用啦，不用啦，真的啦。不用客气啦。哎、我没有在跟你客气啊，但不用啦。我在跟你客气耶、欸。不用就当真了，帮你软尾，帮你软尾。要赶快打哦。因为他起来很快，我转看他流口水了 ，Go Go Go！ 哦，有了有，你看有没有？
哎、欸，勾不用补，口水的时候不用勾脸就对了，哪边不用啊？口水会留五秒钟，你在第四秒的时候勾上去就重置。对，不是跟你讲一样的事情，讲到有点累了。这是第三次了，我记起来了，我很棒。嗯，三次了耶，第四次不跟你讲话了，好不好？没有，这是第三，要付费才能说话。哎、欸。哇，真的好喜欢核桃哦！当然是撞墙是因为你觉得？不是核桃，我刚刚用核桃让它部位破坏啊。哦。那天也是用核桃狩猎烧鸟成功啊，超好笑。烧鸟狩猎成功靠核桃。翅膀真的有够高的。一巴啦！不会叫这种翅膀吗？我想要 no 巴啦！死了，那边还有个蜜巢。你不要转移话题。丢。没装啊，没捡到石头，没事啊。快砍他一把，快！完蛋！干嘛？砍到翅膀上面了？没有没有。还可以再撞 ，Hello。地上有很多核桃跟石头，你不要骗我说你捡不到，我去你的！捡到了，快过他脸！我会被你气死！我会被你气死！你怎么不拍？还是你觉得他撞得到？好啦，我觉得他撞得到。好啦好啦好啦，没断我你就完蛋了，完蛋了。这只能在它红色的时候才能断哦。没错，它的翅膀就是这样子，懂吗？唯一能断翅膀的魔物就是斩龙了，好不好？斩龙断它翅膀。斩龙什么翅膀？然后它跟雌龙打架啊。散核桃，我飞，爱飞，我飞啊，嗯，核桃啦，很好用，我也飞了，要睡了、欸，这么棒，啊撞，哎打一巴打一巴。哈，我跟你帮我分不清楚。快啊，没红，你
捡石头，捡石头。上连，上连。阿红了。好哦，什么继任大回旋？好怀念招式，我好怀念，你也有啊？嗯？哦？啊？没有，我听的是那个想从记忆的另外一招，那个水月之行。不是，我也很怀念那一招。就菜刀有另外一个想从记忆的。都好久没有回去我的崛起了。啊，怎么红了啦？王力宏哦，轰！哇，死了！会转诶，挂、欸、台好 ，HTT 拜拜。哎、欸，撞他撞他，爱吃东西。收得到。我打我打我打。哎、欸，不行不行不行。哦哦哦哦，不好意思，狂言，看到真的好高。可难死。嗯，人家冰咒龙的。跑啊跑啊跑啊，转一圈！转一圈！
流口水啊，睡觉啊，好睡好睡。哪里抓的？哎，斩龙菜刀感觉，可以见得。哎，对，来你来你来。过去现场要50分钟，所以。2点就要出门了，应该是2点半了吧？要去台北，台北这个时间点不会塞才对啊。嗯，我要去101那边呢。这个红色的珠子是奈龙珠。奈龙珠、逆境珠的颜色都是深红色的。攻击珠呢？再淡一点点，比较亮。好吧。所以这两次打完不是冰咒龙吗？不知道哎，忘了。亜種の急激な活発が再び環境の変化を感じ取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行きましょう。秘藥跟病位然后到跟变排序那那那那，咦？哎，是哎哎。光虫，光虫，本当にありがとう。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哎、欸，终于完了。分辨到金牌位。哎、欸。哦。啊、哦，还有两只啊。我靠！啊、哎，你换拿其他武器。分辨装备，霹雳乐器。看一下什么人物？轰龙跟碎龙。嗯。什么？好。轰龙跟碎龙。好。加油！嗯，你不在一起吗？嗯，哎、欸，我说我们加油啊！好，我想说你只说加油，想说要我一个人去，你怎么这么狠？这么狠叫我一个人去打？我怎么可能不那么狠？等一下，我怎么可能不那么狠呢？拜托帮一下。轰龙是不是没办法用掉落陷阱？啊，可以啊，可以吗？承接新任务，任务。やりましょう。啊，我去看剧情。那世界的轰隆真的跟崛起完全，应该说世界的魔物都没办法跟崛起比。決めましょう。我可能比得了嘞。有够难打，花招式又多。分。改两点四十分要出门。嗯。晚上再来抱你们的大腿，好意。奈。前途。飞燕达。全开。吓死了！再见。哎，踢到麻痹我！长状态提高攻击力，并减少耐力伤，跳跃攻击为一点。剧情呢？嗯？剧情呢？关我屁事哦！进哪儿了？
关我屁事哦。啊，还没好啊！我说刚进去，进哦，说关我屁事哦，又还没好。哎、啊，怎么还拿防卫者啦？谁拿防卫者？你呀、啊？我没有啊。武器啊？哦，对啊，我现在没有新的武器啊。哦，所以说你怎么还在拿防卫者啊？你说你没拿、啊嗯？后面才打算要那个、啊。你的后面是多后面啊？你伤害起不来的哎、欸。应该估计把这两只打完，然后我下班回来，我再自己去弄一把太刀吧。我们好像就是打驯龙那时候就开始换武器，所以我也差不多了，嗯，不是差不多，我该换了，我该换了，还是要陪我去弄素材啊？刚刚不是跟你讲说我可以陪你打素材，你是嘞？想说你说要改那个进度啊？哎，你离开了、哦？哎、欸，是啊，我的天，我不是说要弄素材？啊，你不是叫我进去？我们沟通没有沟通好啊！不要再让你进来。我先看。嗯，我记得高龙太刀好像也不错，可以啊。高龙的吗？红。红。太刀。我每次都会迷路。红龙，红。七五九。哎、欸，你骨头太刀也可以做啊！骨头的太刀，对啊，你坐上去就直接759的版面呢、欸。睡眠属性的太刀，没有那个睡眠，你要解放，我要解放，对。因为你骨素材，你坐上去之后，你才能做轰龙太刀啊。那要一大堆的骨头，哪会一大堆，一些而已。不是一大堆啊，我看一下哦、喔，肩龙骨要，我现在插肩龙骨，要十。哪来的肩龙骨？你可以直接做高阶的骸骨素材哦、喔，在下面一点点哦、喔，不是上面的哦、喔。是上面的759睡眠属性300这把，对对对对对啊，哪来的那个啊，金龙骨第三个红色的强龙骨啦，还是你看的跟我看的是不一样，我跟你看的是不一样的，我可是尖的、欸、大地连撞剑衣吗？对啊，大地连撞剑衣啊，为什么你是金龙骨啊？你可能是我是简字吧，你为什么用简体字啊？我不知道，我载回来都变成简体字了，我查一下这个骨头去哪里拿。这刀，哎、欸，我搜寻过了。轰龙八，哎、啊，可是轰龙复会星哎，嗯，等一下，这一代也是复会星，一直都会是啊。还有什么？啊，强龙骨。要打那个任务格，有报酬奖励。是啊，嗯，都乘一的，这样打到什么时候啊？什么乘一？就一个任务一个啊，任务奖励，不然就要看报酬有没有机会拿到而已。不然就工会供电啊，看你没有打而已。打一只横过洞的，冰牙龙。最下面那个，反面就825。最下面那个。但是运气不好的话，打两场。你说哪一把？最下面，工会供电。看你的，工会宫殿，我没有哎、欸，我没有开启这把、欸，因为
啊，你就没打过啊？对啊，没打过。我看到你说天下天上天下无双刀，新接新任务。这个，活动吧，白骑士什么？等一下，这个，来吧，准备受死吧。运气好就一场，运气不好就两场的意思。对。啊，你要陪我打两场？不会，我只打一场啊，第二场你打。嗯。等一下，我从到没有接过别人任务了，我怎么接？预告，你没接过别人任务？对啊，我没接过，我参加任务没事。活动。哦，我去上个厕所，等我一下。吃个猫饭。刚出发，不好意思，尿的有点久哦。尿太久了吧？嗯。什么？骂我？嗯哼。真的是，我现在拿一点水果吃啊。好强一点打哦。哎呀，石头嘞。这边有一个啊。那、啊、你就上去啊！怎么打那么久？我打那么久，
哦，算了。那为什么他动的时候你不会掉下来啊？嗯，不是啊，他会有攻击啊。啊，攻击的时候就不能。我是挑他攻击结束后啊。哦，攻击结束后那一个瞬间就对了。睡着，睡着，睡着。收到。你撞，你撞，我去捡石头。哦。靠长一点哦，要在中间打。嗯。三靠。哎，我应该换太刀的，可恶。又靠。再一次。再靠。完了，我要死了。靠啊，靠皮。谢谢。哇，铁哥，你这个蜜草好赞哦。哎、欸，可以撞了啊！注意，有没有石头？哦，这边倒啊，没有了。哎、欸，你不要挡掉！你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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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撞！应该换你哦。好努力啊！去石头，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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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开去头了！不要再打，去头打，换你了。他睡着了，天哪！换你了，换你，你上去，你上去。摸个刀。再拍，再拍。换到暗处。你是在冲啥？按到那个了。跟你要靠墙边，你给我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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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只能拍一次。我有个问题。哎。他那个转的方向可以自己控制吗？可以啊。到底控制？怎么转的方向？就是拍那个头转的方向。啊？女子。就是你用爪攻击，不是会转向吗？对啊。他转那个方向是可以进去的啊，没有啊，他就拍三下啊，一个大概就是75度左右啊，所以左右边不能自己决定，不行啊，你就大概抓的方向啊，你说他睡着你勾上去他不一定在左边啊，可能会在另外一边啊，反正不行就拍个两下啊，反正你有个角度可以冲到墙边，所以才跟你讲说靠墙边啊，然后就想说，他转向是不是靠那个方向键来转？结果我方向键按下去，我就到翅膀了。
蛋，哎、欸，没事。都可以撞了，没了。好爽！打手啦，打头干嘛啦？这是手爆了，你可以打一巴了。睡着了是不是？嗯。这也爆了。打一巴，打一巴。撞他撞他撞他，他可以撞。帮你。好好好好。差你乱出剑。给你骂死你。差你要用武器把他砍下去了。副队长。洋葱瘦身，战者结束，捡石头，捡石头。他心跳是不是平啊？還是你抓他看啊！我每次棒都没有用，快哭。扁他，继续扁，去扁。
跑不出来哈。找，嗯，还不好意思。啊，这样。找到了，嗯，对，尾巴在哪？好远，快跑啊！还有掉落物哎，掉落物啊没了。哎，什么人品？就一张，不一张而已啊。某个粉红色的第一场就两张啊。哇，什么人品啊？对不对？在他面前拿天灵有什么用？最后结算他还是会拿到天灵。好扯哦。哎，关啊，人家是人气，不人气，幸运小。嗯，我先去看，我先看一下那把太刀，有没有看？应该是有。再び、環境の変化を感じ取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行きましょう。幸运女神。嗯、你不可以嘴他哦，他会看记录档。哎、欸，你好漂亮哦。好扯哦。那我放出他的声音，他。放出他的声音，让他尴尬，他就不会看了。嗯，不会，太糟了。不会。我那时候听他去年，应该说一年，那个两年前吧，那个动身金色工具的获取方法，他听到那时候声音，应该才会觉得很恐怖吧？他那时候声音完全很羞涩。对他也是跟我一样，就是从动身开始做起的，所以他那时候应该也蛮。哎、欸，我有纯水晶哎、欸，什么时候？纯水晶挖矿啊！对，我有哎、欸，所以再拿一张票就可以了。亜種の急激な活発化、再び環境の変化を感じ取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雷虫装备、行きましょう。一般装备。浓缩麻痹带，好好讲话、哦。哎、欸、呀，你要不要玩？你怎么会醒着？不好意思、欸，哎，你怎么会在？啊，你赶快，我们来打这个，等你上线，快点，快点。没有吧？不好意思，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的？我要放出那个金色工具获取方式的一个，
用手机播放出来。更换装备。呀，这台麻痹球要用做的话，麻痹球哦，那还好啦，那个很好捡呐、啊，是没错啦。那个，我跟你讲，那个瘴气之谷有一段路很好捡。我那时候打巨甲虫，打完之后我就会跑过去捡。哦，还有一个很好捡的路径啊！到时候跟我讲一下路径啊。等捡完，等打完这个我再跟你讲，很快、欸，就是结算后一分钟，那你就冲下去。红番茄说：“我嘴他开始就在了。”哎、欸，你不能打点点减点啊！哎，我的 mod 不在，但是你不可以打，你要打、啊，你要不要打？啊你要不要打？大家，我剩一个小时可以跟你一起打哦。没事，我们打这个会有点久，你可以随时进来蹭票、啊，你可以在十分钟内进来蹭票。忘记我是队长。不对啊，我什么时候你追我了？嗯？我什么时候说过你追我了？有吗？我怎么知道、啊？他说你不拿补给箱的。我刚拿了。靠墙，靠墙，靠墙！我点一下石头，看不到我。好，向左转。哎、欸，好，下去。哎、欸，好，没中。来一次。二、三，好，不用了，他等一下又生气了。睡着，给你敲，给你敲。安妮，我跟你讲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有个 mod， 他不喜欢打看等于等于。然后那时候我姐出现在聊天室，他就打说什么弟啊，你可以不要这样卖我之类的啊，就打等于减等于点等于。然后我那个 mod 就说姐姐你不要这样子，我不喜欢，你不要这样伤害我啊，姐姐。欧爪，哎，来不及，我没有收到速三，还真的难受。我也没有昂扬珠啊，我想要收到速啊，珠子还没开出来啊，有收到有那道珠吧？有啊。也有纳刀的套装啊，有没有珠子你就用那对啊。一结束。睡着。我收了，不然好像有点难撞。可以啦，一下，两下。按下，撞，哎，这不就到了？学会了。但脑手跟不跟得上就是另外一回事。你白痴，又不是叫你打斗阵。
们甜蜜松牌，我天还没亮。你好好说话，你再把我跟他扯在一起，你试试看。晚上我就把我跟你扯在一起了，你讲。这是我对你的惩罚，好爽的，甜蜜的惩罚。哎，哎，你进来了。他还没天亮啊，看一下那边。你那边还没亮，不是七点了吗？早上还没亮哦。这么晚了，我们这边六点就亮，五点半就亮。人家就不在台湾洗的话，那边都快冬令了，时区都要往后调一小时。不时区啊，时差啦，我跟你讲。S 六安安。好痛，好痛！挑战者结束，完蛋！哎、欸，隔壁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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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撞，可以撞一次哦，跟你讲一下而已。打尾巴，手都爆啦！这只手也爆了吗？都爆啦！哦、真的。一直说睡的。他刚不是睡了吗？谁跟你讲睡觉的？我刚看到尾巴卷下来的呢。啊，所以嘞，有卷下来就是要睡觉了。不是吗？冰牙龙不是这样吗？我不懂他、啊，我怎么知道、啊？你连斩龙都说有翅膀了。等下你，他说斩龙有翅膀，还是想断斩龙的翅膀？斩龙翅膀有翅膀，你不觉得很可爱吗？小翅膀，摸他脸呐、啊，番茄。再勾不到，他完蛋，他突然转向。没体力了，哭了，被番茄气死。哎，他，你要自己看好他动作完之后的那个间隔，你懂吗？间隔。看一下这样子，动完有没有？然后撞完，然后马上勾。还、啊、没勾到脸，开脸啊，这样子啊，撞。过来一下，还是有点，真的要去慢慢去练一下。不是啊，你什么都那么简单、啊，那你也可以不用啊，就只是你一直追着他打而已，看你要不要而已啊。你是喜欢他躺在地上让你打，还是他动来动去你去追他打？你选一个。那是躺在地上啊。对啊，那就学啊。公开处刑他，如果说我要剪啊，不用，我就说他是大木博士啊。不用什么？不用客气。哦、嗯啊。不用剪，谢谢。哎、欸！我要死！伟哥，弟弟，快点，弟弟，蜜虫，弟弟，弟弟，我需要你了，弟弟。啊？安妮啊？安妮家的猫啊，每次会帮我补血，每次在紧急的时候，他说：“主人。”伊恩安安，
哎、欸，好了，可以撞了，可以撞了。快点，你勾那边，拍我这边。哎、欸，对，撞撞撞撞撞。一直听到有人说长得有翅膀，没事没事，晚一点我剪出来你就知道了。从头到尾就跟他讲说底巴啦，然后这样子，我就是这样讲，然后讲半天，哎那边哦，展龙的翅膀好高哦，底巴啦，我说你在讲翅膀，你试试看。哦，好啊，对不起啊，你说展龙的翅膀红色才能断，对不对？底巴啦，我气死了。就会知道我多气，难道喉咙都痛死？让你亢奋一下，要不要感觉打斩龙鸟？哪会啊？你是要把我气死啊？我都快加入斩龙那一队了，我都快变成魔物了。他说，传说有些魔物其实本来是猎人。他被队友气死，变成为魔物。他说：“其实艾露都是猎人，是被气死变成艾露的样子。”欸”可以撞了。我没捡到石头，你有吗？地上一大堆，地上一大堆，你没捡到石头。你身上石头丢了，就没有给我马上去捡好吗？把它捡到了。我气死！讲过几次？这东西不用交好吗？你东西没了，你会不会去补货？不会吗？会吗？对不对？看船啦！啊撞！哎，根本就抓对时机了，还是被他抢下来。啊没有啊，你那个时机就是他攻击准备，他会有攻击完后的那个啊休息时间啊，就那个间隔嘛。哎、欸、啊，可是我看你的间隔不太对啊，不然就是你勾到手要到头的时候来不及啊，是不是这样子？对吧？对，没错。勾到手想要去头的时候，他就保持下來。而你，哎、欸，看我都知道了。我在看人家布布在讲什么话了。你干你屁事啊！他跟我讲话、啊，又跟你讲话。我可以躲他、啊。自以为，干你屁事！你关好你的腿哥，看我家布布干嘛？你哥帮我补血，可以装了，喷屁呀、啊！哎呀，睡着了，睡着了，睡着！你还撞不到，我会笑你哦。你上去，你上去。我跟到，等下绿刀，绿刀。你哪样都要刀要磨啊？我怎么知道、啊？你勾到手会笑你哦。哈哈哈！哈明明就可以往前走，走到他的脸旁边。你是白痴，你绝对是白痴！啊！我要气死！那角度，撞到，撞你妈！我看到不行了，你那边撞得到？啊！我的脚，因为啊，
谁啊？气到小一的啊，听到了。我气死你就知道啦、啊！哇，气到喉咙好痛哦、喔！转过去啦！啊一啊二啊，不行，你看被你害死了。还想撞啊？啊来撞死你！撞死也撞起来，撞死也撞。不好意思、欸，他一巴掌还断。你想问我砍他好多下啊？等下我快死。我也快死了好吗？去死吧你！去死吧你！你给我去死！你活太久了。我快被你气死了，你快去死！感觉我明天要发芽了，没有劲就会哑了。还可以勾到手，勾到手勾完之后还可以撞歪，我的天！那你就看到瞄准是他。然后我最怕就是讲你讲什么，我以为对不对？我想说那边看得到啊，你刚刚讲什么？你刚刚讲我以为。我刚讲什么吗？可以撞了啦，可以撞了啦，要不要血池啊？你连那个蜘蛛都撞不到，你连这个都撞得到。嗨，哎，这角度 OK 好。你干嘛？你又你看你是不是怀疑了？你是不是犹豫了啊？这角度啊，哎，结果中了，哎。那请问那刚刚那个角度你怎么就可以？对对不行。啊，非得靠我的天。那角度看起来都一样。非得靠我尾刀。完蛋。可以抓人，这样子。哦，不知道啦，不知道啦，我不熟他。我要看，麻痹陷阱。可以。冷。掉喽，掉喽。我突然发现你的武器怎么有个尖叫机啊？嗯，买的啊。哦。两张券。雷光珠。哦，素纳达人，素有收到素。武器太刀哦，原有个铁锤的意思是可以现做的、哦，就不用一个一个身上去。急激的活化，再び。八二。環境の変化を感じ取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他那个伞，锐利度下面有一个是有一个比较低一点的，可以到直斩，这是什么意思？你如果放降珠的话，哦，降珠哦，哎、欸。3万2，我钱剩多少？我、哦、还有42000，可以。蔡老师好像可以再多做一套别的装备，我看一下。嗯，对好，今天是复刻啊，光遇。啊。安妮摸摸，提速，必须提
升，回避距离提升。这个头盔是什么？完了，明天一定哑掉了。不客气，那我不要理。決めましょう。我不是有做一套别的装备吗？还是我那时候没存档？强韧之爪去打什么、啊？哪一个舞？哪个啦？冰牙龙的手。去查，我怎么会知道？懒龙有翅膀，我都不知道。你问我强韧之爪，笑死！哪一个啊？冰牙龙的强韧之爪？啊！啊！小型牙龙种，凶财龙、猫西龙。M 位的凶财龙、猫西龙，没对打龙，凶恶龙、冰财狼都会掉。再不剥尸体啊！嘿嘿。工会宫殿锤，好棒哦！14跟136的防御力哦，什么东西？我是在看能不能做稍微好一点的装备啊。嗯，做个有纳刀术的装备，然后我再比对一下那个防御力跟血性。技能。收刀术哦，有啊，那个冰牙龙的腿部有收刀术。哦，你哭啊！我剩3000块啊！啊啊啊啊啊！完蛋！啊，对对对对对，来来来，你有没有巨甲虫任务？巨甲虫，来，我荧幕分享给你看。要上位的哦，然后因为没巨甲，来来来来来，示范一次给你看。等一下 ，OK。分辨装备，等一下哦，因为要做一道宅集装嘛，对不对？嗯。这个你前面没有，先不要做，反正这样子。给你看路线哦，你看，你看我荧幕分享。正在看啊。好，调查任务。出街调查巨甲虫一号营地哦，嗯，都会改啊，这是暂时的上位装而已，后面要加跑者什么，收刀术没必要装，我也觉得哎、欸，那看人啊，没差、啊，他想装给他装，周大我只有拔刀大剑会装而已。所以纳刀不吃吗？其实以用从崛起回来玩世界，太刀比较太刀会只依赖纳刀。
我冰原就没玩收到了，就被没就没玩太到了。反正就是上面会有三只甲虫。白痴。然后下面四只。好，打完七只之后哈，还好、哦。不是说会缺光虫之类的吗？光虫、棉草那些吗？没有，棉草还没。这边。来集。然后这边赚点数。然后过来捡两个光虫，一个，然后两个，然后这边上面打完三只甲虫的路线记好了、哦，隔壁这就是那个啊，棉草啊。好了，好，好开始。棉草一，总共有三个。完了，体力会不够，三个。补充。棉草。啊，这边有苦虫。绕一圈呢、欸。对啊。然后往这个地方，往什么蜂蜜的地方跑。然后这边会有麻痹菇。你看，刚刚不是捡了三个棉草？那下面就捡三个麻痹菇了，就可以做很多那个啦，捕获球了。好，然后通常这个我几乎都会卖掉啦，除了凯玉跟。为什么会又选择卖掉啊？啊？哦，这些好像没什么用。这没有用啊。对，这些没什么用。你看，刚卖了4400，然后任务奖励8800。刚刚都多少了？反正10000多，13000多，还蛮多的。啊，这个是一分钟任务而已啊。你那个采集装是哪一套？上位的吗？上位的、啊，随便穿啦。主要是因为要他，没有这没差。主要是因为我采集是因为要采那个直升血跟地质血。你要看我晚点贴给你啊。因为这后面还是会被取代，要是随便做而已，你现在做不了啊！你现在没有宠，所以我可以穿现有装备去踩一踩就好了，对吧、啊？因为你也可以错啦，反正主要就是要直升血跟那个地质血啊，还给你看。然后是用地质学护士啊，就不用地质学了。吃火龙，吃火龙，守护者，吃火焰纹，哇，这些我看起来就是没有。没有，第一个头盔随便，后面的衣服、手、裤子、脚才是主要的。很小。然后燕尾蝶它主要的是要那个啊大脚虫啊，那、啊、其他都上位。
废话，你当然会没有啊，这个要另外去弄的。这个其实主线根本打不太到的任务。是的。只会去打大凶彩龙，好吧，大凶二龙。那我都穿一般装备去踩一踩就好，反正也可以赚钱嘛。对啊。啊，这个巨甲虫任务最多是有一万块。最多一万，哇，很赚哎。嗯。应该也来不及打了啊，两点半了。啊，你那个大脚凤蝶是要从直升学这边取哦、喔。大脚凤蝶。对啊，你的手、裤子、脚要从这边拿。我那时候就是装备都好了，欸、就是插大脚凤蝶，就安妮先做出来了，就是因为就这边。哦，为什么你要那个？啊？那个啊，收获的那个。收获怎样？怎么那么多？是不是？对啊，我应该对，我应该也是没有解、啊。你没有解啊？你这边任务都要看啊！来来，换你一幕分享。我跟你说。等一下，你从火箭队这边进去问他们。我先分享一下。从不猫车的繁星主播，哇，你看错了，你的滤镜很好哦，我猫的可多了。哎。他先去那个嘛，你随便找一个有调查任务都可以啊。你冰原也有啊，大哥。哦，冰原也有。啊。完了要扁，来去问他们。哇，你好卡哦。你刚刚也很卡。不是这里，不是这里，不是。你说我吗？我会卡、哦。对，你刚刚应该也是因为你直播的关系啊。你刚才那个画面是一格一格掉帧的那种，就我显卡也是跟你一样3080的啊。去哪里？去哪里？你先给我，你给我他们接任务白目。他不让我走了。你屁啦！刚刚你不弄，先问谁？先问大木博士，先问婆婆。你现在是想谁啊？你说，到底想怎样？叫你先来问火箭队，你跑去哪里？跑去问大木博士，又在问婆婆。等一下，火箭队是谁？隔壁呀、啊，左边那三个人。你心里还要做？干这里啦！我这里。那个齿轮，那个齿轮，你旁边那个齿轮，前面那个人，接调查任务的。完全没有。你都没有在回报任务了，是不是？你会缺凯玉，我跟你讲，你会缺凯玉哦。你强化装备会没有凯玉东西强化。我就回来说，就一直追赶你们进度，就没有去那个啦。你按登录讲，你按登录。登录。你什么都没有啊？你优先解绿色的，你优先解绿色，绿色不分上下位，对。哦，这个就是支线任务。你怎么会是简体字啦？我也不知道。好，应该是可以改啊，对啊，到时候再改。那个是要解调查任务才会算的。啊，你回，出去。喂，出去。第三个，完成交易。教学有没有看到？第一次看。看你什么都没还啊，你看好，一个一个解，有没有活性剂？你先看一下，中间最下面他有说完成后的那个报酬奖励是什么？有没有？哦，这就是直升学用的。然后像这边都有那个营地什么之类的，要是白色字体你都可以还，灰色字体是你还没完成，所以这些都可以还一还。对。然后你只要看到任务都有那种类似说什么扩充直升学的栏位，或是一些什么看一下肥料东西的，那些都是直升学。OK。第二页啊。这是什么东西啊？骰子咯，那个是猫饭的材料。看有没有收获箱扩张？哎哎哎哎！啊、哦、有，那个看到夏威尼鱼龙，不屁呀、啊！你还要打上位尼鱼龙，你知道吗？哎、欸，你看我自己，哭嘞！你还说你都有看我们的记录档，骗子！我没有说我看你们记录档。哎、欸，七个小时哎、欸。
骗子，你都没看，你上课你上班不是很闲，都可以跑光遇了，大哥。我上班确实有在看你们记录档，可是有时候是看两三小时的、啊。好，你现在给我回去，你去查，你看看你有没有上位的巨甲虫任务。第二个管理，第二个，不是这里，对，这里管理。好，再按搜寻，因为你也有十一页任务，你都没有清。搜寻是哪一个键？好像没有搜寻。理论上是有啦，啊有啊，这里啊，这个嘛，十字字不是这个啦，当然不是这个啦。你不是巨甲虫？但这是下位的，你看钱多少？2000块，你很开心是不是？这是下位的。对，看5500而已、哦。要按登记吗？你怎么啊？你按排序，你下面有个排序，有没有看到 ？RS 按排序，然后选目标，然后找巨甲虫，再倒数，你往下一页，有没有看到巨甲虫？倒数第二个。好了，你把那些下位都删掉，你这个打勾，那个要打勾你才能接。那蓝色都删掉。Y键。你不要按到全部删除哦，你全部删除是所有任务全部都不见了。哦，那个键不会按到，应该。它这是 Y键的位置，不是我这个两只手把的位置。那你跟我之前，你跟我 PC 崛起一样啊。好，你去接巨，就去接巨甲虫任务。那如果理论上来讲，你会越接越多啦。然后只要低，那时候我都是低于8000块的都删掉，有8000块以上。他说剩余5次是一天只能打5次。没有，是这个任务可以打5次，5次结束后这个任务就不见。那5次之后要怎么再接这个任务？那所以我跟你讲说，你这5次任务一定都会接到巨甲虫任务啊。真的没有的话，你就去上位的地图去随便捡主机或打巨甲虫。还是会接到啊。好，我来在研究院差不多了。好，拜拜。拜拜。哇，跟他玩游戏，我的喉咙受不了了。没有啦。不然我们现在来啊、来创一下我们的新大凶豺龙杀手啊，白痴，我按到离开游戏啊，那算了。不行，算了，我们要过一下主线，等一下哦。我们过到大凶豺龙，我们在观台，大概会2小时。来吧，有人。啦啦啦！我原本是用那只角色陪安妮过的，后来想想不要好了，取这个名字又陪他在打磨，一定很好笑，所以才决定再开一只新角色。好喂，新的魔物猎人世界，好期待哦、喔！好期待哦、喔！我其实有个剧情到那边，我想一直挂着，然后去睡觉，就是那个蛮乐龙咬着大凶豺龙的画面。我想说，我就卡在那个画面，给他一直摇。然后重点是这个剧情都不能跳。
所以要有30分钟以上。哎，この船に乗ったらもう後戻りはできない。只要上了这条贼船，你就不能回头了。失われたのであれば、ここで引き返すことを進めよう。我劝你坐在这边回头。好，再也没有苍蓝星了。新大陸に向け出航する。君たちに導きの青い星が輝かんこと。ラララ。好兴奋哦，我们是新手哎。哇！欸，这只我超喜欢这一只的欸，长得好好看。哟，もうすぐ新大陸に到着。这真的白目欸。あんたも準備完了。いよいよか。国を出てから長い旅だったな。あんた緊張してる？俺はそうだな。少し怖いけど楽しい。ねえ。あ、酒洒在书上了、没礼貌。キグ、俺たちもなんだ。な、名前を教えてくれよ。大凶豺狼杀手又要来喽。羽蛇组合，决定头发。决定。好扯哦，新手上路，对啊，好扯哦。哦，化妆。等一下哦，你个吧，然后嘞，爱彤彤，扩大，扩大，编辑颜色，发光，哦，哇，这个。等一下哦，金属光泽不用，确定会嗯，怎么扩大？扩大，嗯，哦，这个哦，有，这里也太亮。然后确定发型，这个啦，确定化妆，这个发光彩度亮度，确定。
等一下，这里没事。因为那时候他们有这样玩过，然后还不错哎，确定。然后都要搞的话，我都没有这样搞过，想要来玩玩看。哦，变色。我在想说要不要三种颜色、欸、红色红配红红配蓝啊，不行，我想到了这个，是吧，我是不会有队友的啦，不好意思、欸、我要怎么看我的脸啊？面妆彩绘，我还有眼睛可以用哎、欸，哦，第三个脸可以用哎、欸，有。哎、欸，彤彤怎么这时候会出现？隔壁关台了吗？你说松鼠吗？对。他开了四小时吧，我想说他稍早在杂谈啊，可是我在想说他健身可以持续多久，肯定不久，我也觉得哎、欸，麦可更新，稍后再用。怎么办？我嘴巴放哪边？我觉得放这边还不错啊。放大。还有什么可以玩？扩大。你在那个半身节角色吗？没有欸。
感觉玩上瘾耶，没错。啊，最好玩感觉还是这个哎，完蛋了。发光，百度。嗯，怎么感觉没发光了啊？不对，我突然感觉不亮了欸。欸，它怎么好像没发光？不对，我突然觉得，欸，这样看又好像有。照面变暗了，对啊，佛力渣有人捏过了啊，可能变暗了、欸，还是就是视觉疲劳，这样看又有了。内衣，语音，嗯，不能听吗？哦、OK， 完毕。等一下哦，啊，变暗了哎，不行是不是？确定。嗯，我当小金人。医生喵 ，Hello Hello， 完毕。请输猎人名称。大熊。感谢医生喵啾团，辛苦了辛苦了。不是这个柴柴柴柴柴柴柴，这个柴吗？我 Google 一下。辛苦了，开台辛苦大兄柴哟。哎、欸，好了，打手。是，好亮哦，可以啦。猫咪是不是可以？毛，它不能发光，眼睛也不能发光，耳朵，完毕。喵，可惜什么猫不能发光，对不对？啊，来吧 ，go go go go， 没有，等一下应该也要关台了。哎呀，没有，其实稍早有说嘛，稍早我其实在练那个斗阵的准度。然后。就是手有点酸之后就开了，想说打个日麻关台，就看到番茄上线。水星組同士，頑張ろうぜ！乾杯！辛苦啦，不会啦。啊。交流はなんで新大陸に向かうんだろうな。看到看不到人，不是。其实这是背面。交流の秘密があると思う。其实这是背面啦，哈哈。
調査が始まって40年ぐらい経つんだとさ。ギルドは俺たち5期団の派遣で、剧情あたりの謎が解明されるのを期待してるらしい、ね。そういえば、推薦組って2人1組が原則らしいよ。あなた、パートナーとはもう会った？我应该取名叫光遇小金人才对了，可恶！さっき突然波の音が変わったんですよね。转过去。あ、俺からかな。あ、瞎了瞎了亮了。あなた推薦組でしょ。よろしく。さっきの話ちょっとだけ聞こえたんです。はじめまして。何を隠そう私も。然后就我那时候跟很多人开玩笑说，哎，你不用那么辛苦捏猫啦，因为他等一下就死了。这样子嘛，猫死了，我就说等一下你回一定要再捏一只猫了。那时候都跟人家这样讲，你不用那么辛苦捏猫啦，等一下猫就死了。然后就有人说他真的哭了，他就真的哭说，为什么猫要死掉？等一下喔，看可不可以把头盔显示关掉。不行，这还不行。哎，不行，好吧。誰かいませんか？跑跑跑跑！あなたは。啊，你是。見てください、私たちの船が。いけない、このままでは。ここにいると危険です。こちらに。完了，这感觉喉咙好痛。好亮。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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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気をつけて。哎，他都没有人跳过动画的，好烦。小酷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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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往这边跑，对，繁星往这边跑，繁星你好棒。哎呦！よし、思った通り。哼，被翼龙撞。あの先。また地面が。やっぱりここは。あの翼竜に捕まって脱出しましょう。我想隐藏头盔呀、啊！我想隐藏头盔呀、啊！ジャンプして飛び移るんです。我那时候跟那个安妮说，你看这样扯，翼龙的脚早就被扯断了。那个翼龙很可怜哎。在玩什么游戏？光遇。
等下过完这边主线就先休息吧。哇，后面的比我亮，那个太阳。好亮好亮啊，预设就骗手剑啊。これは誰かが作ったキャンプですね。你看这个，我看我看地図の一部がありました。打開關閉地圖。好，關閉。私たちがいるのはこの辺りですね。啊，要走到这边。对。ここが調査拠点。好的。私たちの船が到着する予定だった場所です。好的。今はとにかくこの調査拠点を目指しましょう。关掉。地図を頼りに進んでみましょう。等一下哦，可以了吗？很像。OK， 好了，你冲啊！可以关台了，我头已经打开了。あれが調査拠点です。我们已经把头打开了，啊，先满足了。快走啊，快走！嗯。地図によると、拠点に行く道は。他是不会走。哎，你好烂。没有，等一下，等一下再关，因为我想要卡在前面，然后关台，我不想要过任务啦。哎，草丝龙，你要去哪里？在那边呐、啊，过来。能量对不对？能量对不对？なんだろう、シルベムシが群がっています。変わった植物がありますね。こっちにも。来てください。こっちから拠点に行けそうです。さっきシルベムシに私の匂いを覚えさせておいたんです。刚才导虫记住了我的味道。シルベムシを万一跟丢，你好恶心哦。このツタをかき分けて進みましょう。三点了，光遇更新了。武器もないのに戦ってはいけません。隠れないと。躲起来，躲起来。急いで。不是这里。现在我可是无敌的呢。急いで。不能设定动作。早く身を隠してください。茂みにしゃがめば身を隠せます。
哇，静かに。もう大丈夫ですね。今のうちに。快开门呐、啊！ちょっと。行きましょう。不是啊，你跟下来啊！我就前面那边啊，让我很不想解完主线的原因，你们就知道。これは。これは。痕跡。哎呀！你好烦。快点，快点，你快点，快点！するぞ。はっ。ほらよっと。こっちだ。急げ。行きましょう。行け。行きましょう。好，就这边了，这边就是让我不想要解完主线的原因。相手にするな。早く燃え。我这边可以存档吧？不行。早く。啊，他摇起来一直甩。相手にするな。早く燃え。别理他。欸、怎么还没？哦，有了有了，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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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画面，我很不想要过主线，就因为这边。你看那个大胸彩龙，有没有觉得很可怜？我不要啦！我是想说，我就卡这个画面去睡觉。他好像一直卡这边，会啊，他会一直卡、啊。我觉得啊，要么是。一个头先断，阿、啊、力要嘛就另外一个头会断，都会持续多久？就跟那时候那个、啊、阿尔宙斯一样，那个谁，猪背就是挥手挥了半个小时，都还在挥。然后这个不是动画嘛，这就回不来了，就很可怜，不很可惜。我那天就是重开那只角色，然后陪安妮嘛，然后就卡这个画面卡了十分钟给大家看，然后说我真的很残忍，我很过分，可惜不能重复看吗？对啊，那个只有动画才能重复看，这边要靠动的就没办法了啊，可惜了。好啦，多了多了。快！快！马也蛮可怜的，阿尼醒了吗？太阳出来了没？大丈夫ですか？行くぞ。你是在笑？安妮，你是在笑？
啊，这边好像还是不能存档哎，完蛋！我想说关个台去一下光遇，换个光遇。いいだろう。天然の門構えをくぐったその先、ここが調査団の拠点。完蛋了。調査拠点。绑架世界，魔物猎人绑架。五機団は全員到着している。お前たちが最後だ。これで手当てされる。大丈夫よ。おい、あんたたち。ちょっとごめんなさい。無事だったのね。大変だったな。あんたたちが見当たんなかったからヒヤヒヤしたんだ。よかった。探しに行こうかって話してたのよ。なんてことなかったです。おい、手伝ってくれ。ほら。じゃあ後でな。放开我！我想存档。ここが流通エリア。俺たちはそう呼んでいる。人も物もこんなに。すごいだろう。調査するハンター、研究する学者、それを支える技術者、あらゆる人と物がここに集まるんだ。其实我后来想想啊。因为他们这边自流通区域嘛，总会有遗物、异物的东西在，不是应该是全心全力的用物资来贡献给我们吗？对不对？总会有买卖的行为在，这个钱卖了，然后要去买什么？ようこそ。そうそう。では後に。じゃあ一通り案内するよ。完蛋了，完蛋了！免费贡献吗？你不觉得是吗？我们要拯救世界，我们要花钱去买一些东西。欲しいものがあったらここに来たらいいですね。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是。啊，而且这边怎么会有那种？那种商人行为，而且大家不都是一起睡觉还是什么的？嘟嘟嘟，好啦，这个等一下我复刻东西换一换，我们就休息。感谢大家啦，应该去睡一下下啦。旅行兼属先主已由来，猎人都没在睡的，哎，肯定的吧？猎人的肝都已经硬化了。两个先主长太像了，我想说，我又不磕我有的。欣赏素描，高处拥抱，还有什么？哇！我最近都在看素描啊，真的是没任务了吗？嗨！瞬时充能魔法，
1700小时的猎人肝可不开玩笑了。啊，没有披风。拥抱，我来了。不用，你给我好好上班。我等安妮上线跟我抱抱啊。好可爱的头。哦哦哦哦哦。面具。就这两个啊，这两超像的，不知道干嘛、啊。有没有？它只是差颜色，这样看起来根本就一模一样啊。哎，我以为是重复的。哎、欸，没有衣服，好了。哎、欸、呀，你看，这是现在新的发型，万圣节发型。欸、在哪里？这里，这个猫咪头。我的破披风被吃掉了，什么意思？你的破披风，什么意思？哪个披风？哈，什么意思？你小王子寄的一件披风不见了。哎、欸，看你这样讲，我真的好怕哦。我去看。哦，你是说黑色那一件吗？我会不会不见了、啊？这件哦。啊，为什么会不见？这游戏 bug 真的好多。啊，他不是过阵子官方会还你。啊啊！如果万一他复刻回来啊，没有的话，你不会哭？哎、欸，这披风太多，他如果他万一少一件，我真的会没发现哎、欸。啊！哎、欸，今天可以去太空船太空哎、欸，今天可以去太空说。这样啦，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今天早上的收看啦，看看以后有没有更破的黑色披风。一定要黑色披风吗？啊、我记得它不是有一个破破的吗？为什么当乞丐？不想学我？感谢大家，大家晚安，我们就去团团台吧。我们去团团台。小，哎，感谢大家今晚收看，今天早上的收看。
熊猫团团在玩原神。好，过去吧。我看一下，先把隔壁的改成不公开完成。好，熊猫团团 RAID。 安妮起床没？起床，我们来玩，来玩，来玩。不过我要先去。你们要去哪边呢？好啦，感谢大家啦，大家晚安，辛苦啦。